大家好，我是赖芳玉，我向大家推荐台湾的首部律政职人剧《最佳利益》。故事呢是以法律的个案推进，每个案子都有想要传达的社会议题，也透过了实习律师和资深律师之间的冲撞，带出了法理跟人性之间的一个拉扯。台湾终于有一部这样的优质好剧，值得推荐，敬请锁定中天娱乐台每周六晚间10点《最佳利益》。